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只属于众神的世界，哦，就是八风王最后一关，哦，鬼王。哦，关卡禁火珠哈，记得啊，各位，关卡是禁火珠的哈。我们先做个强化腐蚀出来啊，把其中一只 K 掉。好，天降应该不会太给力啊。还没死，没关系，没死没关系。没死就这一波就送走他哈、哦。然后遇到像这种强化盾，对我们来讲就非常有利了，因为我们除技就可以慢慢除了。火力召唤，哦，有魔力召唤之后就可以稍微冲了啊、哦。可以看到这个威力还蛮强的哈、哦。第二小关随机小怪哈、哦，这个刚好就是我们最怕的几个哈、哦，不过无所谓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魔力召唤了，所以就是一次一波哈、哦，全体攻击，应该是可以带走。嗯，好。哦，再来这边是能力继承哦，这个。教各位，欸，我之前好像教过哦，教各位怎么样去打这种能力继承的，因为我们属性相克，有没有？这只属性相克光克暗，所以我们打这一只哈、哦，把它打到大概哈、哦，大概这个六成的血量，哦，就打掉它四分之一啊。嗯，我怎么全体攻击啊？算了，这样就看不出来了。因为这样我看不出来六成，现在的六成应该也是可以的、啊，现在的六成啊，因为我看两个血量差不多，奇怪怎么会差不多嘞？可能血量太多了，看不太出来，大概这个位置吧，我想。哦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哎呀，超过啊！算了，没办法。哦，这个天降太给力了哈、哦，只好打回去了哈、哦。好、哦，这样差不多了哈、哦。差不多血量两个看要一起送走哈、哦，现在这是好现象哈、哦。在这个减两秒哈、哦，缩时转珠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就是哦用一 combo 把那个左上角的状态把它弄掉哈、哦。状态弄掉，我们再进下一关哦。
记得进下一关之前先把血补满哦。差一点点血了哈，直接把他送走哈。刚左边这切的没有很漂亮啊，送不走没关系，我们再一回合哈。好，接下来大于等于七钢波盾改齁，这边靠各位的手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来一个，很可惜，因为这边这一关天降很多，所以比较不用担心那个combo数不够的问题。居然真的只有三波而已，太夸张了，这个我要申诉一下哈。嘿，叠出还是叠不出来。先降一个吧，谢谢。七八，漂亮。好，带走。接下来这一关，这个五回合令玩家这个扣10%攻击力哦，这个。因为他血量不多，40几万而已哦，所以我建议是开这个往上计加这个露娜就够了。问题是我的珠子怎么离那么远哈？真给面子啊！哇靠！真是真给面子哎！完全不降了就对了。因为我们攻击力被削弱了、啊，所以差是差在这里了、啊。
传一下哈、哦，不然没新珠了哈、哦。我、哦、还给我这么一大堆的木珠是怎样？我、哦、现在攻击力是恢复正常了。好、哦，这边是比较克难一点的打法，说实在话，要把你弄成这样，是整片都是，实在是，这不是我在 complain 的，这是要玩死谁啊？去死啊你！这是要玩死谁啊？哦，这反弹35%哦，水级木以外的属性伤害减少至25%哈、哦，所以这边可能也是要用抹的哈、哦。我来试一下水温。哦，所以伤害还好。那这边就是可怜的神魔之塔了、哦。千万不要试着一波爆发哦，因为咱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哦。哦，血要补满，吸第一的时候血记得一定要补满，哦，这样才不会死掉。哦，所以这边是最危险的地方哦，各位要稍微小心。哦，我建议吸第一的时候还是不要出手好了，就做个一 combo 之类的，一试一试这样。啊，只要他骷髅头没出现，基本上是没问题的。哎，天降会蛮可怕的。战术都跟各位讲了哦，就是打法大家稍微运用一下就好了。这次就是磨过去就对了哈、哦。好，一康，哎呦，太可怕了吧！一康哎，他那个直直的就给撸过去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小心一点好了哈、哦，要不然这样还重了、啊。嗯，好像现在这个属于一个比较没有补血出的状况哦，我们就做大大的一康。也明明就补血出来，说没有，我是说假如没有了哈，好吧，假如没有的时候。像现在这个可能被他摸了，哦，那给他就给他摸没关系。哦，这个我们两组新珠哦，再多扛都没关系，都补了回来。这个新珠先不要消掉哦，下次。留着用，这个把它切开一点。哎呦喂，这边稍微小心一点就不会死了。打法或许是有别于常人的一般的打法了，但是百姓这个经过这个
三天三夜的这个测试哦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会弄出一个比较适合的打法给大家参考。好耶，接下来应该蛮痛的哦，对，蛮痛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大大的一康哦，没有，两康好了补一下。哎呦，小力一点呢，小力一点呢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天降真是可怕哈、哦。为了避免这个意外再度发生哈，我们决定做个大大的一康哦，把这个光柱消掉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在最上面做补血，哦，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哦，不要功亏一篑啊！像这时候，如果你没把握，你可以空转哦，这也是 OK 的。就要掌握他那个 CD 3的 tempo 哦。哦，像这样，其实我们都还是不会死啊，甚至25%的攻击力而已。哎，对了，是不会死啊，可是这个血量会不会太危险了、啊？哦，没把握哈，做这样哈。狂转。哦，眼睛开一下哦，我们这个。可以弄出更多的这个补血珠哈、哦，基本上攻击珠就把它错开一下哈、哦，因为这边是怕抗搏数太高了，抗搏数有些时候换天降，刚刚我打到人裤头都出来了，好，空转。这光珠尽量不要切开，我尽量就是把它煮在一起。这边或许有人会想要一波爆发哈，但是这个攻击力，这个我们就假装我们是没有算过的哈，我们这样慢慢磨过去。我打最稳定的打法给大家看，这样。哎呀，这个光柱不能消，差一点消下去，我就脸都歪了。我跟各位讲，哦耶，我就我光柱做个大大的一康哦。因为切开攻击力会越高哈，就只是这样的原因而已。所以我才不切开，是这个原因。哎呦喂啊！好，基本上现在一波爆发带走应该是没问题啊，我们就。因为他剩下这样的血量大概50万而已，然后正常200万我们可以抱着走，所以50万我觉得现在可以直接爆发送走啊。但是爆发送走这个珠子还是要立一下哈、哦。
好的，来吧，我们开全体一波送走哈，比较保险。哦，全体的技能全开，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就这样 ，OK。好，龙科不用开了，龙科不用开了，50万的血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四分之一嘛。凌天将还是一波带走，可以看到攻击力，哦，一下大概剩90几万而已，哦，所以好像正常也可以一波带走，哦，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哦，因为攻击力我没算过，哦，这个滤镜墙还 OK 啦，哦，最好是转直的哈，不然你自己转的有些时候可能有没有做过去你也看不出来，因为它滤镜隐藏掉了。这一关就是可以顺便让我们这个储技，哦，顺便储技。哦，稍微考一下你的临时的记忆哦，瞬间的记忆。你转过去的时候，你自己那个位置的扶持你要记得。哦，第八关，哦，这是横行转换火，这个是直行转换火，两只都是100多万哦。那我看一下哦，不建议爆发哦，不建议，我是说不建议。哦，但是可以小爆发，不要大爆发就好。哦，一次杀一只就 OK 了哦。哦，因为什么这次做全体？因为刚刚这次已经打了这么多了，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影响哦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只火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一关是禁火珠哦，啊，如果你杀了它来留一颗，蛮碍眼的，我必须这样讲。哎呦，哎呀，真的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把新珠弄掉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可以碰一个机遇的哈。但是好像没有碰到哦。哦，等一下再让毛昌鸡再来露一手哦。好，啊，漂亮，啊，他帮我转掉了，感谢您。给他转还比给毛昌鸡转来的实际啊。给毛昌鸡转了碰。碰运气，给他转碰那个运气一次是整排的。
哦，这个双子，哦，解放过后的哦，五秒内移动扶持缩短两秒，哦，敌人会在一回合内连续攻击两次，无视减伤和抑制技能哦，所以他打我一次我就 GG 了哦，哦，这个八千多嘛哦，一次就 GG 了，那所以我们就开祭典了。基本上全开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打解开了哈。哦，就是这样。这边最好是放光会比较好。哎呀，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哈，无所谓了。反正一波200多万而已，带走你呀、啊！哦，灌到他脸都歪了，470万。好、哦，终于来到尾王了哈、哦。八风王，虚空建构者尤格托斯，尤格索托斯哈、哦。这个是指定拼图盾、哦、基本上无视、哦、我们当作没看到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打算拼什么图了、哦、我们就是打几、哦、等他跳起来、哦、就这么简单，没时间跟他什么拼不拼的啦、啊、拼图盾呢、欸？什么字形这个最讨厌了，我们也不用争取说什么教他一点血，因为我们一波就是把他带走了哈、哦。而且你们有发现吗？这个这种大拼赌的，他会每一回合就会换的哈、哦，他好像有这个特性存在。这个转一下，再说不晓得转这个干嘛哦。我主要是要补血啦，我不是要打人，因为他 CD 六，打击 CD 15，哦，所以这关稍微想一下哦。所以你只要想到 CD 六跟 CD 十五的差别，你就知道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有差了、哦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开，跳开。他一回合哈，妲己就要跳了，所以就是下一关，好，下一波就把他带走了。他血量个十百千万升85万，所以还好哈。那我们就是开这个1234567，好。不要转到木的就没事了哈、哦，木的不要转到木的哈、哦，好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木的放进去就可以了哈、哦。这个的话要在哪边切？切这里吗？好像不太好，切这里好了，好吧。开龙科，
绿光输出来哈。好，就这样就好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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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第二波哈，这个风化腐蚀，好，一经触碰就停止转注，而且扣3000滴哈。我们直接给他一个天雷的战场，加上齐天大圣孙悟空哈，孙悟空哈，这个好，他的这个位置我喜欢。有没有一波带走呢？500多万！哎呦，哎呦，还蛮猛的嘛哦，哦，蛮猛的。那我们就是，我本来这个 KO 喊不出来啊。来吧 ，K， 哦，召喊哈、哦。嗯，为什么是宙斯？他是不是没有弄好的？好，以上是这个八峰最后一关八至五之三，只属于神的世界哦，就是里面都是神啊，哦，都是神，你一看到每一关王都是神哦，小 boss 啊，哦，以上是这个八峰王最后一关的关卡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